叫小婷，今天来介绍的是这整栋101，我们坐了快速电梯上来了101楼。我今天看这是一个大大的阻尼球。那阻尼球的功能是什么？阻尼球的功能是平衡101，不要再一直摇晃。那101为什么会摇晃？地震啊，台风啊，都会用到它的力量。那它怎么样平衡力量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就是101往左，它就往右。哦。101往右，它就往左。所以它会抵消。它会抵消。它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这颗阻尼球是不是很大颗？对。下面的柱子都是要撑着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两条钢索是要做什么？那两条钢索是要做什么？撑住它的球。对呀、啊，很厉害哈、哦。然后下面那圆圆的，是保护它不要摇的太惊险。太惊险哦。不然它就会这样把玻璃全部打破了。哦，厉害哦，你都了解耶。你以后是不是要当小小科学家？好啦，跟大家拜拜。然后这些撑，然后那个纸的撑柱都是要撑住圆圈。好了，拜拜。